这宋凌峰是怎会安尼讲？讲我做出违背伦常、当家子孙的代志，佮讲我无注意伤害着林子深，我一定会后悔到死。敢讲？敢讲？林子深是我的后生。你来了多好，我有要紧的代志要办，你紧甲我报出。紧的啊，坤哥，你安尼点点是要创啊？紧甲我报出啊！你是看到我，就刚知影讲爱我甲你报出去。你是怎样啊？你不是来报啊？无你来创啥？坤哥啊！你慢慢安尼点点唔讲话，那呢？绑票甲伤害林子深的代志，你敢交代清楚啊？你也是讲这样，杨先，我已经交代甲清清楚楚啊。只要等警察查明白，能证明我无杀人企图，我是清白的。昨下你还跟他林子深状况？你还问都无问一句啊！我你至少嘛较关心一下。不管哪样讲，伊今日拄到这刀，我一半是你造成的。你爱我回信嘞？我敢无回信嘞？有啊，就问者我敢无着伤？我嘛着伤啊！恁袂用因为我伫救林子彤，还佮有单亲的时阵，无注意去甲林子深拄着伤。你把所有的罪都怪在我身上，啊！你敢公平？你有话委屈，你有话不甘愿，这我完全了解。你若是了解，你就替我甲因解释啊！即马唔呐，人家误会我，单亲也去数啊，嘛拢你误会我。娘啊，你应该了解，人的心意唔是嘴讲讲的，对方都感受会到。啊，无是爱我哪做？我嘛等我胸坎堵一道啊，安尼敢会用诶？我敢有安尼讲？你互因误会，我替你着急，我替你唔甘。啊，不过当时你哪会当搁较冷静诶，态度较诚恳诶，这代志敢会发生？我还替你甲因解释啊，啊，不过不管我安怎讲，因就是听袂落啊。若是因为安尼，你才必须要搁较冷静来表达你想要弥补诶态度。阿哥，你对这个代志感觉真忏悔。等因回去冷静下了，家己去想，因才有法度了解你真正是物。坤哥，你即马真正是有七阿无兄弟啊！你较早声声碎碎，讲咱两个人是亲兄弟，你就是安尼对亲兄弟的。我本来是准备要把你搞出去的，不过现在看你这样，我认为你有需要在这稍冷静一下，你跟他发想看看我怎么说的话。三十年前的三月三日，就是我与警察抓走的日子。你当初我伫走路，只要你若有闲，你就来旅社找我。美华，确实是三月出车祸，你那才会漏掉。我记得那么清楚，那是因为了后，我有替那个可怜的囡仔做一场法会。然后无多久，宋凌峰啊，你就找机会把我灌到醉。然后爬去我的眠床顶，原来你为倒阮阿的眠床，
卖到我这来。我会记得迄当阵，子孙提早出世，医生讲有可能是早产，不过去甲碰一下，竟然有三千亿。我高兴甲笑讲，查甫囡仔较敖大，囡仔若足快出世，你讲应该就足歹生啊。怎么安尼？我感觉根本就不是早产，是因为子孙其实就是宋林宏跟杜光亮的囡仔。阿妈安尼抱，安尼笑，腰大汗的。你若真正不是咱林家的子孙，那你阿妈是要安怎？这代志后果足严重，我安怎？我还是要去面对。伊一定嘛，因为子孙当咧生死关头咧伤心。妈，啊，子孙拢知影，恁大家拢咧等伊度过这个难关。子孙是一个友好的囡仔，伊为着阿妈，为着大家。一定会平安顺利渡过这个难关的。你这查某，害阮林家当年唯一的金孙都安尼无去啊！竟然搁摕到别人死的囡仔来骗我个骨气，害我白白爱这囡仔这么侪年。拢是你这妖孽在作怪，害阮林家唯一的妹都无去啊！你真正够可恶，够妖羞！妈，我嘛足伤心的，我感觉我倒地的人是我，倒伫手术房内底的人是我，我甲你同款，我看到子孙安尼，我的心嘛足疼，足疼的啊！你给我讲你，妈，做了哪个出去拢袂要紧，妈讲我敢会当救你，你给我离手术房较近的，给我离子孙较近的好无，妈。你还无愿意救我林家祖先，佮家家佮条件，你袂想受啦？你甲我林家两落，莫佮我看着你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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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咪就伤心的，我感觉我即马死啊，总比我即马看着子孙安尼较好。我的心情你可以当了解啊，妈。你大娘为什么叫声娘子呢？喂，你先生啊，你叫大娘嘞？喂，爸，哥这么紧，你安怎？子彤，你清醒啊？啊，你那么好医生啊，规个检查一下啦，啊，你哪会走来啦？医生有讲啦，子孙啊，精神就无问题啦。因为我有甲讲子孙的状况，所以想要马上挂过来关心子孙。刚才你无代志，恁哥若知影哦，一定会足欢喜。哥啥做得去遮尼久啊，都还袂出来。哎，伊就去伤着主动脉啦，哎，
较麻烦。你放心啦，恁哥哦一定会无代志啊。哥，我会好记得啊。较早的代志我拢想起来啊。你千万唔通伫咧这个时阵放手做你去，我怕我以后的日子看袂到你啊，哥。子彤，你醒醒啦，我代志啊。阿妈，可能是有啥物三长两短，是要安怎才好？别哭，别哭吼！恁哥叫你听哩，一定袂有代志的哦。我目屎擦擦的，恁哥哥无爱看到你流目屎。我哪会感觉梓潼敢若有淡薄仔想起啥？子生啊，不管你是不是我亲戚的孙，阿妈已经把你疼入心啊，你就一定要平安无代志。这是阿妈拜托你。妈，阿你讲叫梓潼吼，唔通伤心啊。阿你算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伊就唔惊梓潼知影吼会唔感冒。相信您哥一定无代志，你嘛一定爱你想，知影无？子珊，这趟已经定心啊，你嘛爱加油哦，我拢在外口等你。好啊，丹青，你安尼哦，子珊，伊的心情足痛的，足唔甘的，好，卖啦。李空白啊，多谢你的保庇，我梓潼平安无代志啊。梓潼，我的梓潼都拜托你啊，你一定要让伊脱离危险。医生，即马梓潼状况安怎？大家放心，手术真顺利，主动脉修补真成功，患者的状况嘛稳定落来啊。所以我们上一期恢复时看一条两块一样。医生多谢。阿妈，只是一平安无代志，伊无代志啊。一定是妈的祈祷吼，感动上天呐。平安啊，我的子孙平安啊。我阁无代志，我阁无代志啊，我刚才我无去害着伊。你改嘴。万一叫子孙哥哥啊！而且你拄则看我真伤心嘛，真激动，可以牵恁爸爸的手，可以抱老虎哩。子潼，你是不是？啊！你是讲林子孙伊是阮哥啊？我叫伊哥哥，敢有啥物唔对？啊！而且这段时间伊嘛一直拢对我足好诶。只要有良心的人，看到有人发生这种这么严重的代志，会哭会疼，嘛无啥物奇怪嘛。像你讲无问题啦，啊，不过你平常时拢将伊偌担心，你拄只说，我即摆也是最依赖伊的啊，只是拄只看担心伊哭到这么伤心，我无想要害伊搁较伤心嘛，对不，担心。歹势啦，是我想伤多啊，才会碰出奇怪的问题。拄到这款代志难免的啦。啊，不过上重要的是林子孙脱离危险啊！你讲对无，丹青？那真相真正是我想的安尼，国庆一定袂抗拒。这件代志，我家己去处理就好了。